烧焦的毛给它刮掉。 把这大蹄子给它砸掉，调好的牛蹄刮洗干净，又是来个硕大的黄牛蹄子，放上清水，彻底清洗一遍，吃牛蹄子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山村叔叔180，也来了个大号的牛蹄子，今天咱们吃钢管牛蹄，好好切切成，把牛蹄子切成全。 给牛蹄子炒水，放上葱姜，倒上料酒，粉末上来了就撇掉，水焯好了捞出来，牛蹄重新下锅，黑胡椒、花椒、八角、鲜叶、桂皮、桃果、山楂，让牛蹄变得更软了，花椒酒，这些水给它加够了，冻牛蹄，盐加足了。 牛蹄子大，我加的旺旺的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3小时，筋都炖得啪啷啪啷了，捞出来，锅中倒足量的油，牛蹄下锅，炸至定型，炸至虎皮状，捞出来，锅热倒入大豆油，下煎蒜爆香，来点豆瓣酱，炒出香味，干锅酱。 一点鲜辣酱，来上霸王干辣椒茄，下牛蹄煸炒，哇，好香啊！青红椒上料，来上一把黑黑的白芝麻。好嘞，出锅！来来来来，吃我的干锅牛蹄，好，美美的啃一顿。 太美味了，就喜欢这样吃，就是哇，咬了一口美味啊，哇！朋友们看，这牛蹄筋，筋头巴脑的，晃晃悠悠的，啃牛蹄子就啃的这个筋啊，有个皮子更香。 外酥里嫩啊，这东西，这是真正的筋头巴脑。再来一块，这一个牛脚趾头有我的手掌大，看看。今天你吃点番茄，我看是。哦，这个皮子，对，好好好，这个皮子比较有一番味道。 就是把牛蹄子也吃出了新花样哦。